那你主要干嘛？这是什么啊？这家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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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能做的事情很多了，还可以跳舞啊，然后甩火圈啊，然后下腰啊，倒立啊 ，breaking， 弹吉他啊，玩电脑，吃东西啊，喝饮料啊，上厕所啊。多听几段。拜拜。听走路为什么有伸手要的感觉？我是开车。下车！不叫我下车，我叫我下车。我不要。上车。开门。好客气。下车。奇怪，一下叫我上车，一下叫我下车。我就喜欢上上下下，是你喜欢上上下下？上上下下，你就想歪吗？不是，我没那意思。他真的自以为他自己有红底手。你刚刚这是一转弯踩油门，他转弯通常会打错档了。转弯通常会刹一下车，他转弯就啊。没有刹吗？没有，就是不需要刹就不用刹，为什么一定要刹嘞？边弄边讲，好难哦。好，这里先写一滴，好，两滴，对，糟糕，被抓了，哈哈哈哈哈。我也没药来，可能是有药啊，就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啊。以前玩进进出出的游戏，好，就要这样对自己好。吃吧，再剔一下牙。吃吧。非要熬过这雨季，才看见美丽。